蓝色火焰在陨石状的饼皮蔓延开来，就像一团火球，而里头可是藏有惊喜。剪开饼皮，掀开来，原来里面是一层披萨，就看到番茄、罗勒和起司与饼皮充分融合，混搭沙拉，呈现田园风味。爱吃甜食，看这里，切开饼皮，里头呈现金黄色泽，但其实是棉花糖和地瓜的结合，搭配一球球冰淇淋和碎饼干，走的是甜蜜风。披萨吃起来也不会太硬啊，就是它里面有棉花糖，还有年糕的口感，就是吃起来也蛮滑顺的。和你送上海鲜排餐。天盘上有虾、有干贝，还有满满的淡菜，但重头戏在这，起司缓缓流泻，就像岩浆爆发肆意流窜，满满的金黄爆浆感，拉起一口还能牵丝。起司瀑布就是很疗愈，就是很新奇啊，像手机录影啊。韩国的饮食文化一直在亚洲算是走在非常前面，对，那所以那时候我就特别从韩国去看到了这些东西之后，把它带回来台湾，然后再做一些改良。看起来是意式食材，却结合韩式吃法。这家异国料理店不止餐点稀奇，就连门面也很特别。冰箱门就是大门，充满特色，再搭配心情餐点，让顾客在视觉与味觉双享受。三立新闻唐一晨台北报道。